带了点雾气，带了点雾气更美了。能看到这个幸运的鱼吗？不过我刚刚是在室内吃的一个早饭，那里有好多那个摊儿都是摆着办的，雨下成这个样子。我昨天吃那个春卷也是，我来的时候就看到在外面都淋雨了，但是他给我的这些现炸了一遍，所以应该也就不干不净吃了，没病了，你就炸掉了嘛。还有一个做衣服的，这有个诊所。不知道他敢不敢上，我走不去了，他走不去，他们开走了。请问去那个高铁站吗？你这个高铁站你要去怀化。哦，是怀化吗？汽车站。啊？你要先坐到汽车站，然后汽车站再坐那个大巴去。哦。市区。哦，对。我先到那个汽车站。好的。